晚餐时间带你来品尝澎湖的在地美食小馆面线，现在还有店家结合了当季最新鲜的海胆，让饕客可以用平民的价格享受到星级美味料理。但因为海胆的采捕时期很短，而且数量也有限，所以这碗海胆小馆面线是季节限定版，卖完就得等明年。这海胆这么大片，外面吃不到了。海胆小馆面线一上桌，客人就迫不及待的开动。小馆面线是来澎湖游玩的必吃美食，现在还有店家在里面加上当季海胆，用平民价格就能享受奢华美味。它的海胆就是很饱满，然后很甜，很好吃。它就是很绵密，然后浓郁。鲜甜海胆配上新鲜小馆，再加上老板的手艺，让客人赞不绝口。原来这间店的老板是五星级饭店的中餐副主厨，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和太太经营面店。一样，我们澎湖人就是很豪迈，料都会用比较多了。我们在地的面线，然后小碗啊、海胆啊，这样加一加，随便煮，就是一道很传统的澎湖海味。这样取用在地食材，老板给料也相当好卖。碗装的小碗快要比面线还多，因为海胆每年只有短短几个礼拜开放采捕，存货卖完就只能明年清早。记者吴欣杰澎湖报道。